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舍得酒独家冠名播出的《遇见大咖》。舍得酒每一瓶都是老酒。去年八月，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同一首诗刷屏，诗中写道：“我老了，退休了，有些话想说给你。”老了是岁月的果实，是奖赏，是美好。整首诗正如同它的名字“老了的美好”一样，有一种历经岁月沉淀、沉静而从容的美感。而它的作者是在央企驰骋30多年的风云人物，曾经执掌过华润、中粮、中化、中国化工4家世界500强企业。如今，这样一位传奇人物退休半年之后的他，会怎样回望自己的过去？让我们一起遇见第六季的又一位重量级嘉宾——宁高宁。采访这天，宁高宁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到达。当时我们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就绪。我还觉得就是让您过来那个，就心里我有点忐忑呢。您现在咋样啊？对，我也已经过了。哦，已经过了。对。我都过了十几天了。我大概是9号、10号阳的。是吧？嗯。然后那个，那您这个拖的时间，就恢复的时间长吗？就是。反正我现在还是小咳嗽，有一点点。那就是有一点点，不过都好了10来天了，没事了。是吗？专访当天是2022年12月29日，当时正是防疫政策调整后北京的第一个疫情高峰期，我们已经做了采访推迟的准备，但宁高宁如期而至。他说答应了的事情他都会尽全力完成，这也是他退休之后接受的第一场正式采访。特别想了解退休之后的生活的安排啊，每一天的安排啊，是有计划性的呢，还是说比较随意的呀？没计划了，那个就是这个很自然的，我也没有想去计划，也没有不想去计划，但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是吗？在放松之下的一种思考，一种回忆，一种反思吧，特别特别有意思。你可以在这么傻坐上这么2小时啊，你看着傻坐，实际上是脑子非常活跃的，但过去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时间的，也没有这个心情的，又过去有压力嘛，有目标嘛。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出乎我的意料啊。是，我自己也有这样感觉，你自己会想笑起来了，或者你看一本书，你看一句话以后，你会听了很久。我觉得这个状态应该是一个思想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提升的状态吧。我真的感觉我就是这几个月时间就有提升了很多。我真是这样感觉。那看什么样的书呢？最近我看了一本新的书啊，就是全是学这个通用电气的。我们企业界啊，央企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有通用电气学习过，学一个月在那儿。当时威尔奇、英美尔特去讲课。那后来我们一直都关注这个公司，特别华润，那么是非常非常关注通用电气，那么现在这个公司竟然要破产了，可以说半破产了，已经重组了开始。但是会不会觉得，哎呀，我今天懂了，但是我现在因为退休了，没有实际的可以操作去实践它。不需要，人的真的成功在于思维成功，就你只要理解了，你就感觉很满意了，因为不可能什么事你都会去落实的。最近我这个也退了以后。我自己也所谓的发明了个新词儿，叫人感。人感。人对人的感觉，你去每件衣服你有手感，听音乐你有乐感，你学语言有语感，你打球有球感，那你对人有没有人感？这是和这个通用电气全连在一起的。但不是所有的人退了休以后都有您这个感受和境界和这种体会的。哦，像我爸就这样，哎呀，突然好像他就郁郁寡欢了，有一段时间就恨不得要得抑郁症了，我们家人就很担心。你就不要去纠结嘛，你随着往前走就可以了。宁高宁的职业生涯有些特殊，先后管理过4家大央企，都是世界500强企业。不管是上个世纪再造华润，还是后来变革中粮，不管是改革中化，还是主导两化合并，30多年来，宁高宁每到一处都奇迹般地把企业带到一个新高度，外界因此给他贴了很多标签，红色摩根、救火队员、中国的杰克韦尔奇等等。不过面对这些赞誉，宁高宁总说自己的职责就是把国有资产看好管好，为社会创造效益。
那个 small but very important. It's a nutrition. It's animal nutrition products from Andiso. It's very impressive, and it's very exciting to have the team together today with me to visit all the booths for our company participating in this event. And in the time of Sinochem, Chem China merged together, become one company. 2021年11月，作为中国中化董事长，宁高宁在上海进博会上亲自上阵，为自家公司的产品直播带货。宁高宁所说的联合重组，正是八个月前那场备受关注的央企合并。Great future, Sinochem。昨天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实施联合重组，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整体划入新公司。中国中化成立当年营收即超过1.1万亿，2022年更是跃升至财富世界500强榜单第31位，化学品行业榜单第1位。而此次合并之所以能成功，宁高宁作为两家公司董事长功不可没，因为两化合并并不容易。虽然两家公司都是世界500强企业，经营状况却存在很大的不同。宁高宁自2016年开始担任中化集团董事长，刚刚对其进行了一轮成功的改革，企业业绩创出历史新高。2018年，组织上又派宁高宁同时兼任中国化工董事长。当时中国化工资产负债率很高，日子很不好过，要把两家不同境遇的大央企拉郎配，宁高宁在中化内部就面临很大的压力。你想想，负债怎么办？对吧？但是我们的公司内部提意见人多了，我们开会，我们党组有几个人就是反对嘛，不同意嘛，说这样这风险太大了，对，给把公司拖下去了。面对那种反对的声音，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和态度？我给他们解释嘛。我首先要说服我自己，我不是个疼得冒险的一个人，我不是我这什么都无所谓，我甚至自己想过晚上，我说如果这个东西是我家的，我做不做？我说我会做，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机会，这个价值创造的过程，它的风险是可控的。而这里边思考过程中，所有的每一个环节数据我都和别人讨论过，那么而且呢，特别在关键数据上我都让他们签了字的。哎，我说怎么你这个说对不对，咱就这样了啊，就是一步步走过来。我说那么谁想我算了，我就觉得是可以的。那么当时我算完了以后就有个结论的，这个结论基本上是勉强可以过的，但是很困难，会有一个几年的困难期。我当时就说公司不能再承受任何投资的失误或者这个问题。我还是想了解一下，当那种特别压力特别大，您的心态会怎么样来去处理它？我的心态呢是两面的，就是我对公司对外我必须充满信心，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斗志，而且是充满了热情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想问一下，这是真实的呢，还是说我要做出这个姿态来？有真实的，我说第二个，当然我也有担心过，所以我写过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后来在公司内部没往外发呢，就很长的100多页，就是叫这个两化成一凤凰涅槃。我就把这个整个的过程怎么凤凰涅槃，很具体，一步步很具体，战略怎么做，公司怎么做，债务怎么做，人怎么做，这都有。中化内部最终能够达成共识接受合并，跟宁高宁在中化前几年的经历不无关系。2016年，当宁高宁从中粮调任至中化时，中化虽是行业巨擘，但在低油价以及宏观经济减速换挡的冲击下，经营面临很多挑战。当时外界对宁高宁空降中化寄予了很多期待，确实需要一个比较急迫的一些决策。就是因为当时中化的盈利也比较差了，不谦虚地讲，当时我从中粮过去，我自认为我积累了很多对企业的，因为比在华润的时候，你老了嘛，58、59岁了嘛，是不是啊？要我大概看到他是个什么，我是想很快在股权结构上改革它，不能慢慢去搞了。那么确实是这个思路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在产业上改革它。可以这么讲啊，如果说我只是去比方说看摊儿，或者我在我年龄也很大了，那时候16年我也58岁了，那么我待几年就可以了。
摊摊儿守城并不是宁高宁的风格。58岁上任执掌中化，他仍然一如既往的干劲十足。万字长文《科学至上》详细阐述了他关于中化改革的思路。之后，宁高宁和团队成员模糊身份、平等自由地开了3天3夜的闭门会议，最终达成共识，要把中化由贸易企业全面转型成为科学技术驱动的创新型公司。但这些关于创新和转型的构想，在当时同样被不少人质疑。我觉得国资委呢，我提这个以后，国资委还挺支持。后来国资委开大会，让我上台去发言，所有的企业的头都在那儿，大几百人反正。那发言的时候呢，转型嘛，还要有人问问题，有人这个问题就说，说你说挺好，你这个就转型，你说很理想化，是不是？那你有什么条件呢？你现在企业有什么条件去转型世界领先的化工企业？肯定觉得满是问题。对啊，我当时给他答复什么呢？我说没条件，只有决心，什么人都没有。他们服吗？他们肯定不服啊。他说有什么条件？我看你没什么条件，你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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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就是决心。那么后来这些资源就他慢慢凑进来了，而凑进这个资源的时候是以解决别人问题的方式凑进来的，并不是别人想给你这个资源的。这个事情呢，有很多的机会啊在里边，没有这个天时地利，人很难做到的。事实上，不管是当时针对中化的改革，还是后来两化合并后新公司究竟要往何处去，宁高宁身上始终扛着巨大的压力。直到带领两化完成诸多整合任务、产业拓展，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化工企业，宁高宁才退休。下雪，哎，你好，真下了。您来了就雪就来了。哎呀，我走到那个桥上，发现掉雪花了，太好了。是啊。这个北京啊，就是缺雪，缺雨，缺雪。是啊。缺雪。多难得。北京应该多下雨，多下雪就好了。2023年1月12号，北京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雪。这天下午，宁高宁受邀做交流。在接下来的课堂上，宁高宁就我做企业的体验为主题，分享了自己在央企35年的管理实践经验。除了现场的企业家，线上百万人同时聆听了这次分享。作为一个所谓领导人呢，我认为关键时刻能起个作用。比方说投资失败了，经营失败了，你起什么作用？这个处理一些不好的资产在公司里面是非常考验公司的管理水平，比投资要难。我的经验呢，用力的去把它承担好，完全是变成一个你很大的一种对团队的带动。再一个还得洒脱幽默，别自嘲，也得放开，是吧？这种要直接别惯。特别这里面呢，对这个成长型企业态度，这个公司非常关键。我们看的是文化的。我的公司曾经说过，我说你们要知道，有好的亏损，有坏的盈利。哦，这是什么好？盈利还有坏，我当然喜欢。占用了很多资源，做了不好商业模式，说盈利了，实际上风险在后边。这太多了，这种例子太多了，是不是？好了，我就说这么多了，我就没想。整场下午的分享活动，宁高宁的讲课内容干货很多。自由交流环节被问到尖锐问题时，他也毫不回避。全社会都认为国企没啥责任，工人也不是他的。什么什么的，反正也不是，实际上不是的。你这样搞垮了，当然看怎么垮的了啊。那你是有承担相当的责任。因为现在我觉得，因为国有企业从对外沟通不太够，今天的国有企业搞得好、有业绩，企业健康发展是个基本的要求。那么实际上现在完了之后，等它退了，或者是免了，又被审计了。再追回来被处分了也很多，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有些误解。
我已经把它说清楚了啊，不能说这个打工太好，啥责任没有，他责任很大的，他压力实际上很大的。那天是谁啊？那天不是今天你看电视台上的，那他给我拍个节目呢，那叫什么什么小石小诺吧，是吧？他说现在啊都想进体制，进体制以后就躺平。我说你躺平你别来，躺不平这个地方，我跟你讲，他一下就黄了，就黄了。为什么？他体制内部也有这个机制呢。我只是不让这个社会啊误导，说体制内部进去后啥事没了，回来无所谓，啥都无所谓，怎么可能？这个是很误导，因为他全是全社会都是。您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就是退下来之后呢，做一个自己的这方面的一个企业。因为事实上，对央企这个管这个领导人的管理还是很严格的。我现在是不允许我去做另外一个自己的企业的。我现在没有我自己搞一个企业的这个打算啊，我还要遵守这个规矩。如果制度突破了，那您会不会做？或者说具体会做哪些方面？因为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但不让做吧，人与上不让不往那想嘛。怎么样？那我倒反而对这个能不能回顾一下、总结一下、提炼一下这个东西，能不能写个东西出来？但是我也不知道。事实上呢，我跟你讲，我那天元旦以后呢，1月2号，我先坐下，我开始写个东西。啊，我都觉得啊，这个很怪这种感受，你知道吗？我坐以后拿笔，我一个字写不出来了，一片空白，一片苍茫。我有什么好写的呢？还有什么需要再写的吗？这还挺痛苦的那种感觉。那我现在65岁了，那你往后的意义在哪儿呢？那今天我要不能回答人生意义的问题，我是不能往下写这个东西的，我觉得没意思的事。我现在在看这个萨特和加缪，啊，在看他们对这个存在主义人生意义这个解读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就坐着愣神愣了半天，非常享受的时光。人生这样走过来的。我现在已经形成一个文框，稍微有点框架了。为什么有意义？为什么没意义？1958年，宁高宁出生于山东滨州一个普通的医生家庭，大哥宁守成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博士生。斯坦福大学的终身教授，弟弟宁光是我国内分泌方面的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瑞金医院院长。你在医院呢？我在医院里。怎么样？忙不忙最近？现在很忙，医院里边特别多。正在与宁高宁视频的是宁高宁的弟弟宁光。你阳了？我没阳，我就是说话说的太多了啊，也不断的跟大家解释，是吧？医院的病人太多了。对，病人现在那个多起来了，但是还是非常的有秩序的。辛苦辛苦。那个爸妈怎么样现在？还行，那个他们现在两个人还都维持着没有阳性，但是呢年龄大了，身体总是不好。没问题，你们放心好了。宁高宁说，他们兄弟都走到今天，跟读书有很大的关系。他当过知青，还当过2年兵，但是不管是下乡还是入伍，他都不曾放弃过学习。你小时候跟姥姥生活，那对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和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对我影响非常大的。姥姥这个人是小脚的，裹脚那种，是一个老式的，他还不识字，那时候没有电灯的，没有电嘛，没有灯了嘛，那每天做作业，他就会看着我来做这个作业，我就记得特清楚。那时候学铅笔，他一个刀子也没有，他就拿那个把个剪子两边拆开，怎么拿这个剪子来学这个铅笔，然后就看，哎，这个字写的不对啊，他不认识这个字，他知道两个形状。是不是一样？他有他一个原则在这儿，要读书，要规矩矩的。除了就是姥姥一起生活以外，小时候的家庭教育你有印象吗？家庭教育呢，应该这么说啊，我觉着呢，具体的说要求你做什么，逼你做什么，或者学习，这个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但是呢，会有一个氛围，这个氛围就使得你
读书不好不行。那你觉得你爸妈严厉吗？蛮严厉。那怎么教育呢？他总归会说一下。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上初一嘛，就三年吧，学校里突然有英语课了。我们那个滨州小地方哪有没有广播英语？那离我们最近是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英语，加上那个收音机呢，它不是个短波收音机，是听不到天津台的，只能听到只能听到这个当地台的。那买一个收音机大约要20块钱，那很贵了，很贵，很贵了，很贵。后来我就记得，我爸就拿着我们家那个收音机，去找人家，还有个无线电厂。去找人家修这个收音机，说你只能听到一个台就行啊。这个是对我印象非常深。你可以下午4-5点钟，好像我记得，就会去听听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啊，英语是这么读的。你下乡和那个部队的时候，忙完所有的，晚上还要看书。对，我记得，那我们的农村是到了这个秋天很晚啊，就变冬快冬天了，变冷的时候啊，那农村那山东上种棉花的。棉花是开了一地，全白的。那这时候呢，就是但没来得及摘嘛。那么这时候农民就会有人偷这个棉花。他拿回去自己去弄棉纺线。所以之后呢，他就要求一个队就有一个人在地里住着。啊、哦，守着，就晚上不能回家，就搭一个棚子，就在看棉花。我就看过一段这个棉花。那时候呢，因为我一个人看棉花，后来执行点的这个小朋友嘛，他们没事嘛，他就说：“哎，我去，我们俩一起住那算了。”那很冷啊，他去了。但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们看那本书《唐涛的文学论》，那个门呢不是开的门，是推开，那个门是拿那个高粱杆儿一个门，咵就堵上了，睡觉了。明天早上就把门推开了。到那推不开，因为下大雪太大了。后来他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么恶劣的环境，我们还看这个所谓文学论，那还是想着对未来还是很有期望的。”1979年恢复高考的第三年，宁高宁考入山东大学。他本来的志愿是中文系，但是阴差阳错的被调配到了经济系。1983年大学毕业的宁高宁和当时很多同学选择去工作不同，他考入美国匹兹堡大学继续深造。期间不仅学习了 MBA 工商管理课程，还经常去旁听经济系的课程。我觉得80年去美国，那简直就是整个的这个给你的带来的视野和冲击应该是很大的。完全是一个另一个世界嘛。就刚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学校里边餐厅是自助餐，随便吃啊，就根本就是随便打啊。在宿舍边上就有一个，当时有一个就是肯特基，当时不叫 KFC， 当时叫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在美国是快餐店。那么当我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第一个感觉还挺贵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最主要的，这个鸡怎么能随便就这一顿饭就是吃鸡啊？我们那时候过年买一只鸡，全家人吃好多天的，啊，这个鸡完了炸完了就吃了，跟国内的这个差别太大了。厕所是有那个。那个清洁那个液嘛，你一冲绿绿的水出来了，对对，厕所里面还这样，你看像我们那时候的厕所，大学厕所是什么样子的，就觉得有个震撼性的嘛，就觉得哇，原来是有一个不同的活法的，不同的一个物质世界的。旁边是一个美国人，他也看得出来，我说差距很大，是不是？这个老美呢，给我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 Everything takes time。一切都是什么都需要时间啊！哦、中国会进步，需要时间 takes time。那个时候您的理想是什么呢？说我今后要干什么？我这一生想从事什么？那时候呢，就特别想回国。那时候老觉得在外面短短几年时间看到了很多东西。就老和中国比较，就想回国。是觉得我们差很多吗？老想回国把好的东西带回来吗？那时候是比较他是比较理想化的啊。那时候好像对即刻的金钱的回报没有那么敏感，因为那时候呢，国内已经开始经济改革，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就希望能对中国的开放和改革
融入国际的社会，那么和可以说让中国人像国际上像美国人一样的这么一个生活水平，这个方向感就这种，嗯，这种方向感。所以我们再说一下人生的选择和或者是事业上的选择，取什么，舍掉什么，得到什么。我觉得我本身的这种所谓我自己定位的价值观的认识和指挥我这个行为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那么如果说机会的话是很多的，可以说那时候就太多了。如果假设你去了一个什么的公司或者什么工作，那可能在当时收入上啊或什么环境上可能是会好一点，那有可能你真的对这个你周围的事物啊，对这个社会或对你公司带来一点影响，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宝贵的事情吧。35年前，隐约有点方向感的宁高宁应该未曾料到，等待他的将是一段又一段惊心动魄的航程。1987年，宁高宁从美国学成归来，那一年他29岁。职业生涯的第一站，宁高宁误打误撞去了位于香港的红色央企华润，从一名最普通的员工做起。宁高宁如何一步步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又如何与团队并肩战斗再造华润？离开华润空降中粮，他又经历过怎样的困境？下期节目让我们继续遇见宁高宁，继续听他讲述主导央企改革背后的心路历程。好，感谢收看由舍得酒独家冠名播出的遇见大咖。舍得酒每一瓶都是老酒，让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